金鼠年将近，想好今年团圆饭桌上的菜色了吗？如果还没也别担心，不如就到好事多 Costco 购入半熟成面包，自己 DIY 做成可爱的小老鼠餐包吧。 Tale 的超萌又有创意的料理绝对会成为除夕夜的一大亮点。日前有位女网友在脸书社团 Costco 好事多商品经验老实说分享，自己用半熟成面包自制成一盘小老鼠餐，小老鼠餐包内还加入了生菜、鸡肉等配料，丰富又具有创意的料理实在太应景。鼠年 Latte 的脸书社团，这款半熟成面包平均算下来一个才6元， CP 值相当高。 Latte 的用烤箱烤温200度烤个8分钟，外酥内软的半熟成面包就轻松上桌了。脸书社团，今年年菜就用这款超疗愈的小老鼠餐包来迎接鼠年的到来吧。脸书社团。